110还是120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要跟我说对不起。放手啊！我是不是特别的丑？喂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那么烦我，干嘛来找我？其实吧，我们两个一点都不合适。反正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一直陪着谁。你不只是一个厨师。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身份？轮到你问了吗？